时间到，弗里曼博士。时候真的又到了吗？感觉上像是你才刚来似的。这一小段时间里，你似乎做了很多事情。你做得很好，事实上我又接到了一些有趣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平常我是不会考虑交给你的，不过现在是特别时期。如果那特别时刻又来临时，我会帮你做好选择的。反正所谓的个人意志也只是幻觉罢了。弗里曼博士，如果你觉得这太过霸道，我愿意向你道歉。我相信你会懂我的意思。等到